茅山是中国道教圣地之一，第一福地，奉三毛真君为开山祖师，是道教的上清派的发源地，被称为上清宗坛。茅山风景区为居融和金坛共有，那究竟哪边才是正统呢？金坛茅山区作为景区是不如居融的，这边商业气息少，信众甚至多于游客，同时两边都是可以到达山顶的，但金坛这边到山顶就是居融的道观了。居融各景点间有班车，35元无限次坐，而金坛则是有索道可以上山的，但我不太明白修这个索道的意义，因为山顶都是人家居融的景点，是收个过路费吗？金坛这边主要是元阳观，而居融那边有万福宫、万寿宫、万宁宫，还有老子神像，旅游景点众多且开发较完善。从金牛洞这边徒步上山可以到山顶，但是进不了道观，到居融那边还得再重新购票。我拍这个都不行啊，我昨天就是停在这边的，然后这边景区应该是晚上不让停车。我又来了元阳观，也会论之文爱太太生一元到一米二分五。哎，对了，因为我已经过来了，我问咱俩，你啊，自爱不自贵，自去不自进。药王洞，药王洞供奉的是孙思邈，主持人间一样健康。八卦预测，男用左手，女用右手。第一次砍六，不对，第一次对二，再来一次，还是对啊？为什么他每次到砍六又回到上去啊？这个东西又是对啊，这个东西不行。我看他回正，我现在回正帮他砍六是吧？他到不了砍六，他会自动回到对啊，所以这个东西怎么都不准啊。慈航真人有求必应。这边就进入居融茅山了，上清宗坛，九霄万福宫，道家的三种快乐境界，前有真人而后有真知，初级快乐就是身体健康，中级快乐是去除杂念，高级快乐是融于自然，忘记快乐。道德，反过来就是得到。这是镜子吗？养真堂，养仙养仙，人上山休养生息。那个白鹤亭里面有很多信众在听。三天门，相传是三毛兄弟得道升天飞仙之处，也是大毛峰最高点，372.5米。光明灯可以认捐了。财神殿，唯德生财，取之有道。我去擦手心，擦手心，来回擦，擦干净，擦干净。你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敲正口。运气玩笑跑也跑不掉，胆子放大走遍天下，不考清华要考北大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哎，要多感觉，要跟着感觉走，请抓住梦的手，脚步踩进来越宽阔。来了，感觉。
懂吗？祝你呱呱叫，一生有钞票，下一代说北京秦皇庙，跑也跑不掉。OK， 见好就收。茅山有好几个宫的，这是万福宫，还有万寿宫和万宁宫。万福宫是顶宫。直到的无常注定敢爱